PS 现在，我觉得他们的风格还是挺多变的嘛，因为他们每个选手是比较全能的，就是每个地方都可以来进攻。然后他们最近状态还挺好的，就看他们每次都能把对面很快就结束游戏嘛。下一场对战 TS，这场比赛我从开赛以来就是很期待的。然后决心的话就是进入的200%的权利吧，来拿下他们。想跟 TS 人说，等了你们一个赛季了，我已经准备好。这场 vivo 的话，因为他之前也在我们 top 打了挺久，然后大家都比较熟悉他，大家知道他几斤几两嘛。然后赛前，就是他说他一定这赛季就算1-15赢的那场也要是 top，那我们不会让他如愿。好像就是现在比较厉害的 AP 就火男，然后还有像可能你出点肉一点的，像茂凯，猪妹，对，猪猪妹妹大茂叔，凯，基本是回归老一套嘛。还可以盲僧啊，盲僧赵信都还可以，踢双 AD 还挺舒服的。哇，这个打到后期非常看小炮，来个小龙人。哇，这个小龙人加布隆打维鲁斯泰坦的话，其实对线是没压力的。小龙人，主要还是今天这样选下来，下路会稍微偏发育点吧。但是他们上半区够强，就是滔博这个阵容选下来以后，上半区的作战能力是很强的。是。而 W 这套阵容的话，比较吃 FOFO 中路小炮的优势。但是 JK 老师跟着兵线一起出来的啊，看出哎，还还是是勾勾到到了，了。这样可以打一套从人眼 A 满。反身布隆也打出一个被动，两边换了一下血。那感觉要的啊，小龙人这个英雄前面确实太弱了，完全没伤害，又是一勾啊，精准命中，直接挂一个治疗术，被挂了点火以后往后走。前面 W 的下路打得非常好啊，这个对线。那要这边有机会越塔的，因为一开始没有选择直接回。主要身上没钱。那这样的话，虽然有闪现的 IWD，只要 A 起手，感觉没有操作空间啊，稳死。哎呦，而且是 AD 扛的。来中路看一眼，但是 FOFO 只要有火箭跳跃就很。哎，跳到但是他选择跳上去了。看能 A 爆这个被动吗？A 爆了刷新可以跳回去，那没事了。中路这边其实压力还蛮大的，扭。但是跳过去被下面扭掉，但是血已经换到了这边，不好意思。又找机会出钩，很准啊！这把 IWD 的钩又换了一套血。那这样 Miko 这个状态的话，这个线又不太好站，但这个 WQ 被扭开了，还会来下了，打了个错身还没看见哦。中路挂大招了，但有 W 可以跳开，被减速到了，还要继续上吗？小田是有闪的，双 E 双过血后，但是这个 Q 技能空掉了，一个大招把两个人给推走，那没事。这样 W 确实在凭借下路的对线优势，让恒进也去做做视野，并且给点压力，两个人打了起来。但是 FOFO 找到 Cream 跳上去1v1的话，给了个 EQ，打出恐惧以后 Q 技能逼出了 FOFO 的闪现，下路也同时开打。Miko 是有六的，IWD 是没到六级的，找到了 JK Love 没有放出闪现来，直接先被吉普秒掉了。但 FOFO 被挂到了天一波接回音机，再来一脚，小天拿下一个人头。Miko 交出了自己的双招，闪现一勾，Cream 也交出闪现，想越。但这个泰坦没六级，这样滔博把线卡在外面。哎，浪费了太多时间，线已经清的差不多了，要硬来就要硬来，看谁先扛，打出被动，钻到墙里去，但是还是被泰坦平 A 接到了，交闪现回到塔里，这波处理的非常好啊，没有让对面找到机会，但是直接钻墙里去了，中路勾一下，这次到六了，赵信也挑上去，然后再给大招，小天交出闪现，往后拉开，主要是觉得可能还是泰坦这个位置没大了，现在对 Miko 顶在前面啊，他是可以接这个勾的。开了个盾，反手放大招 ，IWD 勾墙走，小天上去打一套，两边一起落 TP 下来，369到了 ，WeWorld 也到了，但 Prince 这个位置有点落单了。369是有闪现的，闪现换闪现，把人给吓走，但这样的话 ，WE 正面就少人了，抱团抱的不是很紧。滔博的众人把龙的地形站住 ，WeWorld 想过来试一下大招，配合风斩电刺想抢龙，还是被小天稳稳的逞下。而且卡在这个口子，炸回来没扣，及时举起来，但有盾有跳，而且自身有双招在，这一剑也空掉了，但一勾接上了，那这样 Miko 有机会交什么？没机会了，扛不住这个爆炸火花的伤害。但是 WE 的野火也到了，野火就位 ，Miko 有闪现，先有新剑巨手帮忙挡了波伤害，举个盾确实打不太动。那两边都是想在中路这边做点事情的，哥俩还在缠绵，开大了。这被缠绵的有点烦了，必须开大反打一波。但是 WeWorld 很灵活，一走了，同时上路也打了起来。先找 Miko 啊 ，Miko 又举盾，有闪现交的时候被捆到 WQ， 直接穿死了。小龙人远程叫了个大招 ，Q 挂到 IWD 闪上来以后，小天被带过去，但自己又摸走了。
哦，应该是小炮大招推走了。大招这边没有闪的，想追一下，在这里拉扯争一下的。嗯，因为现在滔博其实装备没有劣势啊。哎，一个绕后的来了，威沃尔出手，先找小天勾眼接上，控制链显满，秒掉小天以后横开了星月护卫，顶住了第一波伤害，没有掉血。哎呦，威沃尔的突然卡视野的出现，反身挂 Q 技能，合眼交出闪现，怕被打出被动，但三六九绕后了，有一个睁眼能发掘到三六九，先打爆炸果实过来，威沃尔单放出了三六九，这边攻到了 Miko， 小炮跳到了侧翼，先找 Primo 龙反身叫一个大招，先把众人劝退，同时 F1 队打到残血，被动插一下，侧翼两边伤害已经缠打到了一起，这边的话 Prince 一个恶灵剑雨洒下来，闪现躲开了这个勾。同时三六九大招持续时间快结束了，还想找痕一个红怒七，再来二段一，但钻开了，反而被减速了以后，自己追不上对面的双波血后拉到来，王迪亚王的闪现已经没有了，反正勾到了美国，美国举盾但是吃不住伤害，闪现过来咬住，有一阵但是扛不住，这样的话波波 A 了一个血剑，波波赶紧往后扯，又吃到了一发天火，没有血量了，只剩下两个射手在，但滔博要追击吗？一发天火又中了 Prince， 横闪过来援护一下，波波跳过去，大招把人给推走 ，JK 拉夫已经没法再追击了。对，就这一波 Miko 很关键，但是侧翼找到 Cream 的机会，接钩控制显满 ，Miko 过来救，又是布隆，举盾顶在前方，而且一个大招击飞两个人，波波用 W 抵消控制，但三六九的绕后已经到了，两队一钻出来以后，大招直接被动烫死了小炮，拿下相当的人头，侧翼 JK 拉夫被 Prince 给找到，但 JK 拉夫手上是没有技能的 ，Prince 能完成一波单杀，开了疾跑以后抓到了野区。去落单的杰克，但是滔博众人要继续追击了，侧翼想反杀，双钩血红技能灌满，拉弓搭箭，有 Miko 顶在前方等结束，但是走位扭开了，这个盾让 Prince 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射住这一箭。小龙现在有两枪在滔博这边，来看这边是转角，应该是看到了啊、已经蹲住，转角的泰坦也在里面蹲住，在等队友，第一时间在等队友。海克斯出去，然后小炮也到了，但是布隆来了、主要是横这边 W 空了，他没有位移过去，而且小炮的攻击全被布隆接下来了，然后这个终结还被鳄鱼拿到，那这开始不对了呀， W 也不在野区，威鲁斯找了一波很好的机会单杀、但后续因为有布隆是有一个无限发育的，同时先破个盾 ，Q 挂到布隆大招，又一次击飞小火龙，老妈助我，配合队友小天拿下人头，反身一个大招以后掩护队友撤退，小天又踢了上去接了一勾，但是没关系，他还是挺肉的，闪过来 A 了一发焚天，但小炮有火箭跳跃，但是想闪现过去把他踢回来，就被小炮操作了，就是那个角度来说比较困难啊，双钩血红接技能，大招灌到 Fofo 身上 ，Fofo 帮矮王帝把这个大给挡下来了。直接酒桶大招被抵消掉，是那正面没有开团的，然后艾文迪这边要回家，布隆先出来，但是小没有往右边跳，因为横在后面救，但是现在三六九是很能顶的、这个鳄鱼一打二先杀小炮，横也要被追上，有点太逗了，小天也到踢一脚抵枪抵消爆炸果日波控制，但是横已经无处可逃了，还是 A 出来，但无关紧要。三六九吃了一套，对面人都到，但三六九并没有倒下，交出了闪现以后，这边滔博要追击了。Q 挂到 WeWorld， 再找机会拉扯，等自己的队友到。Q 技能给到了恒，身上有被动，小天先过去踢 WeWorld，WeWorld 交出了自己的闪现，看一下滔博后续的追击要怎么进行。继续挂 Q， 只能勾到布隆啊，直接开大。勾布隆就是白给呀、反身交出大招，哎，往里交了闪现，但要被粘住了。这边让谁顶进去，三六九先咬住龙，出发斩杀，收掉矮王帝的人头，和一个人顶在里面根本顶不住对面的伤害，大招给到了 Prince， Prince 被炸死了，来一个双 Q， 同时小天再摸过去继续拉打，赏金给到鳄鱼之后啊，这个鱼打完这个鳄鱼有点难处理，但因为要来抓一下鳄鱼，三抓一再找，哎呀，走位扭钩，哎，王帝是没大的，风斩电刺也被扭，闲庭信步间躲了所有技能，那这样 W 得撤退了，因为滔博的众人已经包过来了，滔博现在就想跟你打呀，就要弄，找到机会就想开，但是滔博这样阵容确实主动开团手段比较有限，更多就是靠还是得慢慢 poke， 就是用这个手，哎，来了交闪。
大黄想找机会得等个闪现啊，直接交大劝退，再叫个大，再劝退，全是大招，而且勾上去勾的是鳄鱼，把鳄鱼给炸回来，鳄鱼还是挺能顶的，但是挤不住五个人加塔的伤害，但是这边小火龙的输出已经到了，大黄马上被斩杀掉了，还差一下的被动，大黄选择一回去保护队友车队，杰克虽然在扛塔，但他这次有闪拉开了距离，杰克还有 TP 闪现双勾血猴接双 Q， 小天摸了上去闪现一脚收下人头，小胖把他推出了防御塔的攻击，没狗在扛塔，但这样小天可以摸到队友的身边，横一个人顶了上去，在对面有三个人架不住三人的围攻，横也倒下。杰克现在伤害巨恐怖，包包根本顶不住，只能回到泉水，借着兵线想尝试一波结束比赛了。主要现在这个小火龙伤害太高了，没有人能吃。嗯，由于等级还是比较低啊，这复活时间很快啊，一波不了 TP 想留人吗？这个 TP， 但是滔搏众人是往下半去走的，是的，而且正面还是因为有不同的盾啊，这边想开要硬来一下，但只有你一个人呀，威沃威沃很急呀、啊、给了，同时滔搏也落气了，那这样你少一个前排要一波了，美狗跳上去 Q 挂到矮王帝，矮王帝把人勾一下的小火龙叫了大招以后拿下 double Q，这样滔搏众人集结，兵线也到 Q 先破个盾，风波被粘住了，风波好像没有机会交技能，直接被咬出接伤害，直接灌死了，小火龙在疯狂的积极收割，众人压到了泉水面前，夸着哎，杰克想要五杀，哥几个进血泉的时机好像不太对，对呀、啊，怎么是小火龙进去的呀，这波应该是稳五杀的，但杰克走的有点太快了，那这样的话拆基地就结束了，恭喜滔搏拿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啊。